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出来测试一下太阳能躺车。今天是多云天气，然后太阳能现在电池是51.9，太阳能的话，现在电量1.2。好了，准备出发，出去转一转。太阳能板不断的我的身高调了，所以我现在坐在里面之后呢，头有点低，不过这个高低可以调，可以调整大约8到10厘米的范围。然后现在速度是29，现在开始下坡，87、38。1.94啊，主要被我的身高给误导。已经跑了69公里了，基本上速度都是35以上嘛，偶尔能跑到40多。然后现在开始往回走，速度现在就26吧。这阵阳光也不错，再充点电。这个太阳板的面积挺大。然后后边的头孢都能造了，头孢也晒不到啊。这倒是，里面要是放点冷饮什么的，估计还能好点，晒不化，晒不好，晒不热。
又被偷拍了。